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就是，现在就是要说明一下，这是我北极那个格陵兰的这个的旅行呢的第六段。那么就是接着上一段的这个我们到达了这个北极的这两岸群岛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那天下午大概四点多，我们就离开了港口。这个就是琅琊滨，这个琅琊滨的这个就是两岸群岛的一个行政中心，琅琊滨的这个港口。那么大家现在看我们这个这个船慢慢的就开始就开始离开了。那么在现在这个正前方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市中心，现在慢慢越来越小，看不太清楚，看不太清楚。那这个就是这个索法的龙月病的这个市区所在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慢慢离开这个范围，这边是这个港口的另外一边，这个山上有一点积雪，而且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秋天嘛，所以这个会有些积雪在生长。非常漂亮的这个云彩，这种云彩啊，只有在北极它才会出现的，因为它的空气非常干净，所以穿透力很强啊，所以很清晰，因为这里几乎是没什么污染，所以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这个航行到这个我们今天大概是属于第一个景点吧。这边有很多这边有很多冰河，这个有很多冰河环绕的。上面可以找到这个海报，甚至呢可以看到这个，甚至可以看到这个。北极熊，不过我上次来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印象。北极熊，这就是一个。就是前方这里是冰河。现在因为冰化的都差不多了，那冬天还没有到，所以八月份来还觉得很奇怪。那个夏天来的时候反而冰比较多，因为它还没有化完。那现在八月份很尴尬，它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所以都光秃秃秃的，好像我们的一个人的秃头一样。这就是这个状况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来以前，你不会搞清楚它为什么会这样。OK。那么现在呢？我们在这里，船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锚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领队他们这个发现这个附近呢有这个北极熊的出没。那么一些比较新来的船员呢，他们就很兴奋了，所以我们就准备要这个坐这个橡皮艇呢，我们要接近这个岸边。来看看是不是有北极熊的这个活动。那么现在就是
我们有两艘，因为我们十几个人嘛，大概有两艘这个橡皮艇应该就够了啦。这个一艘坐个六七个人啊，那么大家呢都把这个那全身呢包得紧紧的，这个在这个峡湾上面呢，这个风吹来还是非常冷的哦。那么同时，因为我们要在这个环境下面呢，因为现在大概就是0到5度之间呐、啊，有时候热一点可以到10度啊，可是你在这个外面呢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拍照，大概一次也要2-3个钟头嘛，所以你在长时间在暴露在这个低温的状态呢，所以还是会冷。所以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嘛，所以他就没有限制我们。后来我们往后呢，他都是船上有提供一种这么保暖的衣服，那么大家有人不愿意穿嘛，他就说没有，哦，这是规定。其实后来我们大家都穿了嘛，因为那东西确实是保暖。因为你一次去出去拍照呢，要至少2个钟头哦。那么在这么长时间，你在这个低温状况呢，你没有保暖的话，那对身体是不太好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两艘这个这个橡皮艇呢，我们就慢慢靠近这个岸边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这个是旅游季节嘛，有时候也碰到别的船上来的这个往后的影片呢，再跟各位介绍。有时候碰到别的船上的这个，如果说有北极熊在聚集哦，哇，那附近就很多很多橡皮艇。那么大家看看，我们要慢慢接近这个岸边了。那么，看到一只，大家到前面看。等一下我们这个影片呢，放大一点看呢，就比较清楚。那大家看到这个正前方在那个就有一只北极熊，这个它在那边闲逛啊。那它看我们靠近以后呢，它也觉得不舒服，它就一直往山上走了。啊，它也不愿意待在这个岸边了。那么我们大家就是在这边，也是很我们安静了，不要打扰到它了。我想到北极来哈，这些生态呢，这些野生动物呢，这个我们来人是客哦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啊，生活环境啊，他们的这个这个，这是我想我们是外来的旅客嘛。这个他们是属于在地的，哦，我们要有一种尊重。那么现在大家拿起相机来呢，就来拍他的一些动作。那么，我们在这边大概也都待了1-2个钟头了，以上呢，就是只知道他离开了。那么我们有一些新进的这个团员呢，大家都非常兴奋的，都第一次在北极看到北极熊哦，大家有种那种兴奋的情绪啊。当然我以前最早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这个照片都猛拍。你看这个，我们有几位印度的朋友哦，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兴奋哦。那么我想这段呢，我们就大致说明到这里。后来我们一直拍到他走了，那我们就再回到船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